是林成救了你吗？是的，一个傀儡替我挡下了涂山后的致命一击，保住了性命。小妖问起体内的光，我会告诉小妖，是我解的。每天摆着是纸，都是日子过，等于翻开来的这门口的板凳，在那从没挪过，眼神还在期盼着。他是哪一个？